这是个席子吧？啊，席儿。烧的好看。烧的怪好。那个竹子呀，你看。嗯，这竹节呗。这可以去掉是不是？那表可以去掉，商品格的东西。商品格，一个店的名字。嗯。要。这是啥东西？老刀，老刀啊！老刀，这干啥用啊？这个不就是我也不知道呢。还是老刀啊？卖都卖了酒，是吧？你买什么东西？我也买了酒，买了嘞。爷，爷，你好。爷爷，你好。啊。你这东西可好？我这都是我这桌子。刚才那个刀呢，应该是个，过去那种比较残忍的一种工具，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。这是个啥东西啊？那老锁。锁？老锁。嗯，多锁锁，多锁的老。是真大。对，老锁。铁了这是？对。真大锁。这啥价啊？这那600。来来，我给扫一下，扫一下。